可遇不可求，什么意思？该不会是我妈托你帮我找后爸吧？哦天哪，她什么时候托你的？你怎么会跟我妈有联系啊？有什么不可以的？你别忘了，她可是我的假丈母娘啊。哎呀，哼，讲这种话真恶心，告诉你啊，绝对不许找。对你这种人我可不放心，像你这样的能介绍出什么好人来啊？我压根就不信你能当什么月下老，充其量啊你只能当一个惹是生非的红娘。喂喂喂，我说不要这么早的下结论，兴许哪天你的对象都得我找，别这么大放厥词的啊，得罪了我这个大媒人，哼，那可不是闹着玩的，说话小心点。你打住啊，我可告诉你，我这辈子就是嫁不出去了，也不会请你做媒人的，再见。哎，喂喂喂喂，说的正兴头似的挂了，那没劲劲儿。什么事儿没劲？红旗哥，哎，文英啊，嗯，有事吗？啊，主任刚才说晚上大家想聚一聚，趁着你啊刚刚给国昌人全家做完保险的大喜事儿啊，嗯，有必要畅谈一下未来。哎，特别是部里的这些年轻人，哎，有必要用你的势力好好教育教育他们，让他们就此鼓起干劲，扩大业务面。我觉得还是别去了，今天边宇刚刚上学，我得回家跟他一块儿吃饭。你不去怎么行？哎，你是主角。边宇，哎，要不让他上我们家吃饭去，我给我妈打个电话。别，那倒不必，边宇他自己会做饭。哇，边宇还会自己做饭？哎，很优秀的中学生嘛。那当然了，有其父便有其女嘛。瞧你那得意样。真是。哎啊，倩倩啊，你们那个政治老师叫什么？我觉得你这种想法有错误，来到这个世界上应该是创造才对，
错，创造那是科学家们的事儿，我们就应该享受今天文明而带来的好处而已。创造财富那是大人们的事儿，享用财富才是我们的事儿。现在可以让父母创造财富，那你长大了，毕业了，走向社会了，怎么办？靠老公了。哎，你笑什么？哎，我真那么想的，以后嫁个有大 house、开奔驰车、当大款的老公，肯定是件美事儿啊。哎，你想想，到那时候，天天的不用上班，跟家看盘养狗，花钱无忧，神仙般的日子也不过如此了吧？听你这话，像给别人包起二奶来了似的。二奶怎么了？哎，你没看过那老电影，就那个地主那小老婆，那可都是大权在握，大老婆才是那被人遗弃的怨妇呢。要我说呀，小老婆没什么不好。呸，真恶心。呸，你才虚伪呢。哎，烟雨呢？哎，烟雨啊，你干嘛去？啊，我得去菜市场买菜，晚了可就来不及了，回来还得给我爸做饭呢。明天见。哎，明天见啊。再见。哎呦，真够老土，他还买菜呢，他这辈子是不是想当童养媳呀？哎，这个吴君丽怎么没来啊？她呀，鬼着呢，除非有人请客 ，A 着她才不来呢。的确，谁能跟她比呀、啊？有门路，会钻营，还能上大单，所以啊，活得才这么潇洒。行了，不要再说这些了啊！来，大家举起杯来，为偏红旗能够做成这个保单，干杯！谢谢，干杯！干杯！干杯！嗯。喂，你好，哪位？喂，边宇啊。哦，是爸爸吧？怎么了？有什么事儿吗？对，今天部里头有一个聚会，所以我可能不回去吃饭了。哦，是这样。我还给你买苹果了呢。那好吧，我自己先吃了。啊。要不回去的时候给你带一个巨无霸？哦，不用不用，我自己做饭了。做的总比买的便宜吧。好了，你放心吧，那我自己先吃了，记住少喝点酒哦。行行，那你自己在家啊。哎，好，爸爸聚会又回来就马上回家了，不过你要小心啊，锁好门啊。哎呀，知道了，锁好了。那爸爸再见。好，再见。这个事情大家一定要注意啊，还是要把我们的工作做得好一点，更热情一点。好。爸爸。哎，红旗哥，主任刚才问我们的理想是什么，我想先问问你，你现在可是咱们部里的头号大英雄，业绩翻番，你的理想是什么呀？还别谈我了，你们年轻，自己谈谈自己。老了，你说什么？你老了？你老了的我呢？我怎么办啊？不活了，起来点，往前点，我上厕所洗手间。啊，等他们回来买单啊。哎，主任，那点纸。也行。说吧，红旗哥，让我们也听听，见识一下。是啊是啊，红旗哥，你说。我没理想，要说有，只有一个。哎，别说别说，我们猜猜，我猜一定是从业务员一直升到部门经理。我说呀，是娶个漂亮的老婆，花样年华，甜蜜蜜。不是，要说有理想啊，只有一个，那就是做个好爸爸，做一个完完全全称职的好爸爸。嗨，就这呀？嗯，水准不高嘛。哎，我要是说到理想啊，就是在两年之内，做到上千万的保单，提取公司给出的业绩提成之后，出去开公司。自己当老板，然后在三年之内成为坐拥上千万资产的超级富豪，这才开心呢。你呀、啊，歇菜吧，别说三五年，就是20年也难啊，搞不好头发白了，也就赚个10万20万的。哎，文英，你的理想是什么呀？我的理想
有两个。第一，我要努力的工作，成为部门乃至公司的佼佼者，可能的话我要一直做到公司的副总裁。天哪，真是伟大的理想，那干嘛不做总裁啊？总裁呵呵，算了吧，还是留给你们这些男人，要不然你们都没面子。总裁？做梦吧，我们要能当总裁，那林虎就能当总统了。别打岔，第二个呢？这理想还没有实现的可能，所以我不想公布，直到有一天我认为有这个机会的话，我会告诉大家的。哎，南风，你的理想是什么呀？我呀，还真有四个理想，可是不能说。怕什么呀？我说了，主任不骂死我？今天是聚会，只要是你的理想说出来，主任不会骂你的。没听许文英说吗？他要当副总裁，他要是当副总裁，那主任往哪放啊？哎，是吧，主任？啊？是吧，主任？啊？对，这个理想和这个追求总是有距离的，你高也好，是你低也好，只要有理想那就是好啊，因为有理想就等于是有追求嘛，我怎么会骂你，对不对？今天咱们这是又是聚会，又不是在职场。看，主任说了吧，放心说吧。主任，您真不骂我？那跟我说了啊。说说说说，我的四个理想呢，是钞票多的不想要，不同美女让我抱，世界各地啊到处游，不用干活，光睡觉。我也有四大理想，你那跟大伙说说吧。天上纷纷掉钞票，美男哥哥都死掉，美女脑子都坏掉，哭着喊着让我抱。嗯，真有创意啊。嘿，大哥。嗯，您怎么了？别想不开啊。没事。哎，借两口，借两口。哎，大哥怎么了？最近长个了啊？是吗？好嘞，谢谢您。哎，里边请，里边请。他不同意，他说没有跟你要交往的想法，只是做一个普通的朋友。你的工作性质接触面宽，每天和那么多人打交道，如果可能的话呢，你帮着物色物色，遇见合适的，哎，给他引荐一下，帮他把握把握，我诚心诚意的拜托了。对象上人哪儿找的？我不就挺合适的吗？介绍给别人，可惜了。可惜什么？自言自语的，里边太吵，出来透透气儿。是啊，空气真好，已经是秋天了。是啊，一天一天的挺快的，那我又长一岁了。除了想当好闺女的爸爸，还有什么理想吗？说没有理想那是瞎话，不过理想理想要想，我这个人我哪敢想啊。不是啊，我觉得理想应该是自由，应该是美好的。嗯，这倒也是，我之所以不能想吧，因为我是一个挺失败的男人。没有啊，我觉得你很优秀。算了，别拿我打岔，我还优秀呢。房屋一间，地无一亩，哎，就连边宇一点赞助费我都拿不出来，我真是撞墙的心都有。那钱还是我那干妈吴老太太给垫的，你说这个边红旗连一个捡破烂的老太太都不如。你以前是有很多的弱点，但是我觉得你人心特别好，待人又真诚，这才是最重要的嘛。
我觉得衡量一个男人的成功与失败，并不是看他钱挣了多少，也不是看他事业做得多大，是要看他的本性是不是善良。我觉得别人不管怎么看，你是具备这种优秀品质、值得人尊敬的人。哎，我相信，我确信，你总有一天会成为一个合格的爸爸，会成为一个成功的男人。希望我能做到啊。红旗哥，哎，你想不想知道我的第二个理想？那是你们年轻人的事儿，一定是广大、虚无缥缈。如果我的第一个理想是像你说的那样，但是第二个绝对不是。是这样，那我倒想听听。我想找一个我敬佩的男人做我的丈夫。这很实际啊。啊，不管他是穷是富，是不是结过婚，是不是有孩子，只要他心底善良，我都会毫不犹豫地嫁给他。哪怕只有一间小小的房子，我都会把它收拾得很干净、很温馨。不为别的，只因为我爱这个男人。我觉得你这理想太容易实现了。哎，在报纸上登一条征婚的启事，那优秀男人排着队就来了。啊，不用登报啊，因为我已经找到这样的男人，不需要再去找别人。哦，是这样，那我得恭喜那傻帽了。呵，能娶你这么漂亮的姑娘当老婆的话，那可是她三辈子修来的福分。红旗哥，嗯，其实你也具备这样的条件啊。切，别拿我开心了，我算什么呀？不是这样啊，我明眼了。嗯？眼睛进东西了。来，我给你看看。这个。这个哈，那我弄不开了啊。嗯。出来了吧？嗯。眨眨眼，眨眨眼，看我，眨眨眼试试。嗯，没有。来，嗯，什么？我干净了吧？还没出来？我看不见呢。来，林总，把这灯泡拿过来，我这看不见，给他吹眼呢，过来。待会儿我再给你打啊，拿起来点，拿好点，挨这儿，拿好点，哎，出来了，试试，行了吧？小林子，没事，干嘛？就是这个，这样拿着。你呀，哎，我扁你信不信？哎呀！干嘛？灯泡，给您照的。我瞧你就像灯泡。啊，拿走。哎，好了。哎。哈哈。真Thank you.
是够250的，真是。业绩提成到月底。三天，努力吧。办了，星期五消费吧，没问题啊。爸爸，真的能行吗？我想要不然我跟同学看一下吧，不要太勉强了。瞎说，资料是学习用的，那怎么能不买呢？没问题，你放心吧，星期五啊，走吧。天宇啊，我们走吧。爸爸，你先走吧好吗？好，我还要拿东西。哎，那你快点啊。哎，走吧。怎么样学习啊？嗯，还行吧，行，但是进度不同。嗯，我觉得还是有点落下，毕竟学的课不一样嘛。不过我会努力跟上的，多学多问，不会落下的。爸相信你啊。哎、嗯、呦，我快迟到了，我得先走了。哎，等会儿，等会儿，有车，有车，你看，慢点。好、哎、好，走吧，好不？再见。好，好，好，再见。哎，请进。哎，主任，主任，早上好。哎，早上好，早上好。哎、你有茶叶不多点？哎呀，你知道我从来不喝茶。哦，别别别，你不喝茶。那个公司的业绩提成是到月底是吧？啊，没错，这是公司的规定。怎么了？没事，随便问问。到月底还有十来天，十来天。行，那我走了，主任。哎，你走啊。好的。那个树林在哪儿啊？在东四环那边。在东四环需要人吗？那现在人肉挺紧的。哦，钱多吗？对。您这儿需要速递员吗？你是北京人吗？不是啊。北京的道的书吧，熟极了。我在北京30年了，从小在北京长大的，几乎是没有不认识路啊。哦，北京的路都熟是吧？啊、嗯哦，那行行。外地有些业务员啊，路不熟，有些时候老把东西啊送错。哦、你如果是北京人啊，我想，那应该没问题。好，嗯。有摩托车吗？没有摩托车，我骑自行车也行，自行车。哦，骑自行车啊，骑自行。哎，对，那也行，反正外地那个摩托车牌照也不允许进23环。就是，说完了。好，那个工资啊是计件，多办多得。行，那我就先把这个给送走吧。天宇，你不吃饭啊？吃啊，我回家吃。你家可不近了，你跑来跑去的，不然你再晚了下午。不会的，我会赶回来的。再见。
哎，做饭呢？嗯。哎，你干嘛呀？那个，我那个秋衣秋裤哪儿去了？那儿呢。哎，你别吃，我还用呢。没事。妈，你怎么给我洗了？我还要穿呢，你看。可是它脏了，能不洗吗？哎，哎呀，你干嘛呀？我呀，有点事儿，回来再吃。你先做饭啊，来，给爸爸拿的。嗯，我走。哎，那个，锁好门。真乖啊！好，哦，还有，哎呀，我知道了，自己在家注意安全，走吧，走吧。哎，好。哎，我等你回来吃饭啊。反对的，你饿了吧？嗯，赶紧吃饭吧。我不太饿了，刚才我吃了一点。我给你去盛饭。哎，嗯。来，赶快吃吧，饭都快凉了。哦。哇，鳊鱼炒的菜很香哎。真的吗？嗯，多谢爸爸夸奖。这么晚你一直在等啊？明天还要上学呢吧？没关系的，偶尔坚持一天无所谓啊。再说还有爸爸嘛。嗯。你别等了，赶紧睡觉吧，晚上我爸爸来洗啊。嗯，可是约好今天我洗的。那算你欠爸爸一次。嗯，明天你洗碗，我不洗了。但是，明天是你的垃圾啊，千万别忘了。嗯，那我睡了。好吧。锁好门，锁好窗户啊！嗯，知道了，爸爸慢走啊！哎，爸爸，你等会儿，你等会儿你的垃圾，哎，哎呀，啊，垃圾，今天该你倒了。那行，那行。嗯，慢走啊，爸爸。好嘞。
弄这。包长相。我英语不差，我跟你说，以后啊，花钱上个大学，买个文凭得了，有什么了？现在这时候啊，这有钱都是鬼推磨。好了好了，以后啊，还是要凭实力的，是不是芳芳？什么实力？有钱就成？不一定吧，话不能这么说啊。我就这么想的。哎，边宇，我今天参加我爸公司宴会，我先走了。哎，我爸车来了，我走了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啊，边宇啊，我奶奶今天过生日，我得去我奶奶他们家，你自己走吧。那好吧，祝你奶奶生日快乐，拜拜。嘿，嘿，哎呦，吓死我了！怎么了？有事吗？哼，这是两本物理参考书，给你吧。你不说觉得吃力吗？这会对你有用的，太谢谢你了。但是你不用的吗？啊，我不用，我都看过了，要不也扔着。行，我走了啊。哎，慢点骑车啊。哎，明天见。明天见，拜拜。
您明天干吗？干。那这个给您，哎，还有这个，明天早见啊！哎，谢老板啊！哎哎。医疗费我不交了，有需要的时候向同学借看一下也是可以的，别再为这事儿着急了，女儿小雨。哇，全是油烟味儿，脏兮兮的，早上起来应该把钱给边宇啊，他要交资料费的。嗯，完了完了完急事儿，那你要去哪里啊？我得上那个编语学校给他交那个资料费。对，好吧。那好，嗯，再见。他说要去学校给编语交学习资料费，说不定啊，真是给您猜中了。他是要用钱，又不好意思向部里同事借，怪不得这两天老是慌慌张张的，是不是在筹钱呢？主任，您看我。这样啊，你呢先去趟学校。嗯，这是1000块钱，先给他拿去。啊，不用，钱我这儿有，我先给他。那也好，不够的话再给我打电话。嗯，好，那我先走了。好。哎呀，他向我提出业绩提成的事儿，我应该想到他要用钱。